好，我也分享。好，好，来吧。这么大一圈，可以小一点。好，那你把它用小一点哈，因为我想要就是刚好就是两颗蛋这样子。哦，好好好。就这样子就会看起来蛋有点太散。好。啊，正常会打几颗蛋啊？我这个配方也是两颗。好好，完美。我读的是比较偏广告设计，图文传播、广告设计，但是拍比较少拍影片的，拍影片是自己算自己搞的，就算兴趣啦。所以你才刚毕业没多久？没有，我已经毕业一年了。一年就没有，因为我自己原本是就自己接案子这样，所以我就平常就器材也蛮多，所以就也可以这样。很厉害、欸。对啊，就这样子接。没有，其实我接案接蛮久了。你说从在学校的时候，高中就开始接了吧？对啊，所以就其实，对啊。为什么你要来？我单纯只是算去外面坐坐，就逛就看看啦、啊。对，也没有一定要来。对，但就只是看看外面怎么样。因为我自己接案跟进公司性质不太一样。对啊，那就看看啦、啊。对啊，也不一定会来这间公司。反正就是，对啊，就是多看看。这是我们第一次看看是录取人之前。啊，录取什么？还没有进来公司就先拍片。啊？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被上一个摄影师弄到，被上一个摄影师，就是他以前他跑走了，他的剧组拍照拍摄的、啊，然后年资蛮长的。哦，有老板有说，就还蛮拽的这样。对。嗯。然后后来老板可能就有点吓到了，觉得他真的拍得太烂。太烂、嗯。哦，他没有没有。哦，他是说他好像只会某一些东西，對對對，他不会说整个流程这样子。对, 對, 對, 對啊。他只会负责摄影。对对对，其他像剪啊还是干嘛的，他其实不太行。对，對老板有讲。现在变成这样。没关系，我一直拍好玩的，但老板说要我不一定会来的。对啊。反正就是拍好玩，有个好东西这样子。好啊，那就开始卷吧，开始了，来吧。好。哦。这样打两颗蛋是不是也是太多？哦。但没有办法重来了。那下去就下去就下去了。你看我一个画面是怎么样？就是一群，然后上面有两颗蛋。嗯。觉得这个是比较广的。嗯。然后这个是比较特写的。哦，所以要两次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下去就不能再起来。嗯。理论上。或者是我们就哎、欸、嗯，等一下呢，嗯。就有一颗画面，你可以第一，你可以第一颗先打好，拍到有手的，嗯，然后第二颗，因为我不确定这样打会长怎么样，嗯、应该是不太看起来会不太流畅、嗯，所以第二颗如果这个不会拍到手，我们可以先打到杯子、嗯、还是干嘛，就直接倒进去，应、哦、该会看起来比较漂亮。好啊，
手打。所以有一颗我就先让它在里面。没关系，我们就第一颗我们就用手打的，第二颗就看要怎么样。OK 哦，好了，三二一，走。甩哦，让我看一下。蛮可爱的，我想一下哦。好，那第二颗，因为第二颗我比较近的，你就让它掉近一点，近一点下去。好，等一下我换一下。因为看不到手，我不确定手会比较好控制吗？还是用倒进去会比较好控制？大概是在这个位置，蛋黄可以到这个位置。那我用倒了。对对对。